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当诸葛亮写下这部千古绝唱《出师表》时，他走出卧龙岗已经整整21年了。鼓声阵阵，军旗猎猎，诸葛亮准备亲率大军进行第一次北伐，以实现先帝刘备统一中原、恢复汉室的遗愿。这一刻，诸葛亮心潮澎湃，他知道北伐路途多艰，而一篇《出师表》就是他在关键时刻对自己人生的回头凝望。这一望，他的目光就久久停留在了南阳。整个他成长过程中，南阳这段时间呢，就是17岁到27岁这10年，对他一生来说太重要了，为他治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地方，这一草一木啊，这个一砖一石，对他都有这个，很切身的这种，直观感觉。离开南阳的21年里，诸葛亮和刘关张兄弟纵横捭阖，视天下英雄为无物，大败曹操于赤壁，夺荆州，占益州，终于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实现了诸葛亮初出南阳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盖世豪情。在群雄并起的汉末乱世，诸葛亮也由躬耕卧读的一介书生一跃成为一代名相，他轻徭羽扇的智者形象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治国平天下的书生经典。那么南阳到底给了诸葛亮什么，让他这样一辈子念念不忘？公元1970年，17岁的诸葛亮拖着满身的尘土来到了南阳，此前他一直走在逃亡之路上。13岁那年，父亲病死后，诸葛亮姐弟四人跟随叔父诸葛玄离开琅琊老家，前往荆州投靠叔父的旧友荆州牧刘表。但仅仅过了4年，叔父诸葛玄又去世，刚刚成年的诸葛亮不得已开始了独自的人生旅途。而他做出的人生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把自己的家由荆州迁到了南阳。当时诸葛亮非常年轻，17岁，无依无靠，说躬耕定居在南阳卧龙岗上，带着他弟弟诸葛均一起生活在这里。当时说他的哥哥诸葛瑾去了东吴是为了生存，带着他的继母离开，是到了东吴，那么诸葛亮就带着他弟弟诸葛均一起生活在南阳。如果隐居南阳是诸葛亮的第一次人生策划，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年轻诸葛亮的深谋远虑。东汉时期，南阳号称南都帝乡，是仅次于首都洛阳的大都市，距洛阳仅几百里之遥。南阳是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光武帝的手下28秀功臣大多是南阳籍，以至于有南阳帝乡多近亲的说法，所以南阳和政治中心洛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皇亲国戚的富有和附庸风雅也促进了这里文化经济的繁荣。南阳又处于曹操的许都、刘表的荆州、孙权的江东的中间地带，朝廷和各个军阀集团的最新动向，这里都能及时获得，从而迅速掌握天下大事。在东汉时期，南阳这个地位啊，因为当时的首都是洛阳，南阳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上海。这个地方呢，有一批大的文学家、大的科学家，
医学家，啊，这么一批人出来，出现在南阳，因为南阳这个地方在，春秋在战国时期已经是全国的冶铁中心了，是个工业城市，所以说这个诸葛亮在这个地方学习，去求学，是离开了南阳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他不单纯是对南阳，这种感情。就是他自己在这个地方也是要想诗人，说明他自身的这种经历，这样一个贵族化的经历，这在当时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出身履历这方面的一个东西。东汉末年，由于军阀割据，也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才大流动。一大批怀着一腔热血，随时准备货卖帝王家的知识分子，奔走于诸侯之间，以求得终生的富贵和死后的英名。而他们抬高自己身价的最有效手段，就是隐居。当时政治家请这个谋士呢，是一个时尚，有的谋士在家里面能够等到20多年。甚至终生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也有的是，越是在家等的时间长，他的名誉地位就越高。南阳正是以他人文地理的吸引，集合了全国一批最优秀的儒者来隐居。南阳一时藏龙卧虎，他们耳听八方，纵论时事，逐渐形成了南阳系的知识分子群体。徐庶、诸葛亮、崔州平、石广元号称南阳四杰，他们之间经常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那么据史志上记载呢，他们在探讨时政贫贱学问的同时呢，还经常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以后谁的功劳会最大，也就是谁的官会做得更大，谁的成就会更大。诸葛亮说他们几位官之刺史。当他们问诸葛亮的时候呢，诸葛亮往往是淡笑而不语，表明自己啊志向是非常高远的。所以《三国志》中还记载着，说诸葛亮啊早已把自己比作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和乐毅，说自比管乐。他那一批，让我来看，就是今天说呢，就是一群同学。都在洛阳求，都在南阳这个地方求学，学成以后呢，暂时呢，大家各回各家，各回各家呢，等着像刘备这样的人来请他们。应该说，这是三国时期南阳系知识分子群体对自己进行的一次非常成功的炒作。炒作的结果使他们成为了刘备集团和曹操集团争夺的对象，而实力最弱、急需人才的刘备集团以最诚恳的姿态，最终成了南阳系智囊群体的最大受惠者。刘备啊，他寄居在南阳的新野，可以说南展大志。他的两位这个左膀右臂，就是关羽、张飞，跟随他一直在南阳的新野县。可是当时呢，孙权已经具有了整个江东，曹操占据了整个北方大部分地区，可是只有刘备无立足之地，所以说他现在渴望的就是人才。25岁那年，诸葛亮完婚，他的妻子叫黄硕，是当地名士黄承彦的女儿。黄承彦家庭殷实，他看诸葛亮非等闲之人，就把女儿亲自送到了诸葛亮的茅庐。黄硕黄发黑肤，是出名的丑女，但却贤惠明理。在他的精心料理下，诸葛亮一家和弟弟诸葛均一家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平静而富足。诸葛亮他不是穷人，我们现在来观察诸葛亮个人，不要把他想成的就是真正是那样处那样练，每天去地里面走活。他实际上是个不小的地主，
他有这一笔资金，能够供自己学习，能够在南阳学习，还能够到外地去考察。诸葛亮虽有大志，但已经在南阳生活十年了，如果没有知遇之人，也许他会老于山林。但这时刘备出现了，诸葛亮和刘备的命运即将改变。公元207年，曹操平定北方后，立即调50万大军南侵，刘备的寄身之地新野正首当其冲，刘备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在这时，徐庶走马见诸葛的故事拉开了诸葛亮出山的序幕。徐庶是第一个走出寂寞书宅的南阳才子，徐庶成为刘备的智囊后，又被曹操看中。爱才的曹操不惜以欺骗手段将徐庶骗进曹营，从此